附近有龙脉石碎片反应，注意一下四周吧。附近有龙。
到了。嗯？什么？记得我上次说的不寻常力量吗？那股力量变得更强了，这次应该能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。没错，各项数据都显示出有强大的人员在你的附近。我要倒下吧，袁！哼，呀！就这样吗？快呀！呀！呵！哼！呀！嘿呀！哼！呵！呀！好了！哼！呀！这点呢？呀！就这样吗？哼！呵！倒下吧！呀！嘿呀！嘿！是恶货，要小心点。招吧，忍着点呢。
先下手为强。别挡了！走开！哼，哎呀！哼，啊！啊！呀！哼，忍住点啊！就这样吗？哎呀！人吗？哼，呀，倒下吧！呀，哎呀，出来吧！哼，下一波一定要来了，点了！就这样吗？呀，呵，出招吧！哼，哎呀，就点了！呀，就这样吗？哼，呀，呵。这样吗？这边看不太清楚呢，我们靠过去看看吧。眼镜仔，喂，你还好吗？先生，你怎么了？不要过来！已经帮你挡住
我封印了，还想要我做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封印又是什么？痛，好痛！雨墨，小心！削弱他就可以了吧？忍着点啊！倒下吧！就这样吗？就这样吗？怎样啊？哎，注意自己的状态。出来吧！哈，忍着点呢。就这样吗？学到了。嗯？什么？记得我上次说的不寻常力量吗？那股力量变得更强了，这次应该能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。没错，各项数据都显示出有强大的能量出现在你的身上。走开！
前面有敌人，别大意了。这样吗？
树，那边有个人。从这边看不太清楚呢，我们靠过去看看吧。眼镜仔，喂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已经帮你打了，还想要我？雨墨。就这样吗？真是太嚣张了！哎呀，这样看起来血沼的样子还蛮可爱的吧？会不会因为刚刚被我踹了一脚，就这样一觉不醒了？靠雨墨的力量应该是有阻止他失控了，但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醒呢？昆仑人可没有那么脆弱，大概是力量消耗太多了吧。好，我来调整一下项链的机制，这样雨墨变回原来姿态之后，他应该就会恢复人形了。我试试看，怎么样？哦，变回人形了。我好晕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西门町哦，你还好吗？你是谁？喂，我们不是坏人，虽然坏人也都是这样子说的。你刚刚力量失控变回真身了，还记得吗？力量失
控吗？的确也感觉到力量很不稳定，在身体内乱窜，接着我就失去意识。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吗？不行，我想不起来了，但唯一记得的是偷袭。所以你是被射箭了？看来要再多调查了，不过现况来看，你不是存心想作乱啊。还不能太早下定论，不过很抱歉，在查出真凶之前，你所有行动都要受我们监控了。不过待在这间便利商店里头的话，好歹有的吃有的住，就要请你先待着了，年轻的吸血鬼先生。先订正一点，蝙蝠会吸血是偏见，我可是天生的素食主义者。不过有的吃有的住倒是很不错，我是八黑，请多指教。卷入大麻烦里面了，原本以为自己就算升学什么的会很苦恼，至少会平平稳稳地度过高中生涯，但认识了大叔、八黑，很多很多人，原本一些很讨厌的事情，不知不觉的也就不太在意了。当时的我觉得能够透过打倒恶祸来帮助他人，还蛮让人开心的。大概也因为这样吧，让我无法无视西门町内发生的异常。啊，吃得好饱，总算不用饿着肚子去补习了。雨墨，谢谢你带我来这家店。哎呀，不用客气啦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该过去店里了。哎，今天这么早啊？最近虽然来了一个新人，不过蛮常闯祸的，想说还是早点去帮忙比较好。原来有新人啊，是男生吗？哎，什么样的人？很帅吗？嗯，只看脸的话是还不错了。嗯，怎么说？他可能还不太习惯的关系吧，不知道该说他是怪人还是该说天然呆，总之让人蛮头痛的。这样啊，雨墨也很辛苦呢。糟糕，补习要迟到了，那我先走了，等下次有空再去店里找你玩。还有那个少根筋的帅哥，我也要去看看长什么样子。你哟，那我也去上班啦，下次见。确认有血片反应，不要漏掉了。